今天到了老家河南，带大家感受一下周口的物价。Go， 大早上上劲儿的。那天转窑身体好没有？那是老窑。旋转跳跃，他闭着眼。走吧，走。你扭这两下能多吃两碗饭不？哎，有点晕。哦，按摩腿，打腿摁腕摁小腿儿。再锻炼，早饭吃不上了。走，那全是那早饭呀、啊，这豆腐脑、鲜面条。咱们今天去吃一个烧麦。对，这是一个周口的早市附近。嗯，找个早饭吃。一看就是个生活区，就是河南真的是面食也是个大省啊。那可不，馍、鲜面条、馍、烙饼、烧饼、锅盔，哈家碳水大户也是。正合咱俩意、啊，咱俩也是那碳水大户。太棒了，吃碳水才吃得饱，不吃碳水哪吃得饱？松弛感。但人这菜真新鲜。这、是他？这怎么还养鸡呀、啊？这？哦，人家是卖活鸡的。四只鲜活的、水灵灵的大公鸡。这也是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这个筐。我会挑那个鸡呀、啊。哦，把它拎起来看，它爪子后面那个脚趾头长，那种越长的越好吃。新闻街，真热闹这地儿。这街里事儿多，应该。人头攒动，进进出出那个店就是他家了。你看看，哎呀，这都八点多了，人家人还挺多呢。哎呦，就这儿三个店都是他家呀，这就是那烧麦。哎，咋买的？一块钱四个。一块钱四个。啊，烧麦这么便宜呢？哦。这个是什么馅儿的？牛肉，牛肉的啊，牛肉馅儿的。一块钱四个，你再要几个？三个，再要五块的吧。啊，嗯，总共20个。20个，再要2块钱，先给我们来2块的吧。哦，2块的俩好吃多。8个，这是从这儿说了是吧？要回来了。啊，跟你说过了。哎，你那几碗回来啥？你那两碗呗。两碗，俺俺来2碗。那边包了呗？对，是的。这边话，你看咱说这个门洞是传递消息的，从那头传这头，喊就行。那坐这儿吧。哎呀，现包的烧麦，早上得包几盆肉啊？6盆，得6盆肉。6盆。嗯。6盆还是大的，这是小盆。哦，这是小盆还是？大盆三个。哎呦，这就一个牛肉馅是吗？啊。嗯。这也不用缩上口了哈，就这样就行，抓一把就行，捏一下子就行。嗯。两根同时包，很快就一屉。这熟的也快吧？这。嗯。包的快，熟的也快。哦。有点香。4分钟就熟了这一屁，要快真快，要不这边跟不上嘴儿啊，这边装进去这边跟不上嘴儿了。哎呦，这一屁，这都是等着蒸的，现包现蒸，现在这是在蒸的，这一屁，这一屁。人家都要这么多，人家都5块5块的要，没事，咱先尝尝味。看我们这个烧麦，要了8个，我觉得这点说实话有点拿到味儿了，属于先拿到味儿。胡辣汤3块1碗。到了河南得喝胡辣汤了，给大家瞅瞅这烧麦的个头，一个大概就是这么大，嗯、然后里边包着一小坨肉。对，来、哎、几个呀？这是，嗯，差不多是一半儿。烧麦，哎呀，别说，这小玩意儿你至少得再加4块，好吃，不矜持，粉条牛肉馅。哦，关关关，少强。或者亮姑也是吃饭这个熟麦，有点不雅了，不太雅了。那我留一个。
没我啥事了已经。先尝一口皮儿啥吗？没你啥事儿了，我也没吃饱。我还没参与呢，你也像没参与一样。你没参与，我没吃饱。那我在家呢。家烧麦来了，不够吃，意犹未尽的。你看人小伙儿，人家才吃三块的，你吃几块的呀都？这要两块的差不多。两块差不多了。你一共吃了几块呀？四块钱，六块吧。啊，六。你能吃六块钱烧麦啊？二十四个。小伙子都嘴壮。这要两块钱的。还有两块钱来的。现在要两块钱的。啊，对，再加两块的。行，你们都说了。这是啥呀？加的蒜汁啊。哦，这个酱是那个啥？麻酱。哎，好，我头一回吃这种加料的。加料的烧麦。哎。胡辣汤就烧麦。又加去了，这回加几块啊？把我的加上行吗？加两块了吧，够呗这一屉。啊，够。去两块钱，这二十块钱来。一屉是二十嘞。啊。你得让他吃饱啊。我啥时候没让你吃饱了？别看着我一趟一趟的加，你得让他吃饱吧，怎么还控制人家饭费呢？你等会儿，刚才大姐咋说的？大姐说。你让他吃饱呗，说我得让他吃饱，他吃了三盘了，我一个没吃的。大姐真是心疼人啊。你得少加点，没准一口吃不成个胖子。哎呀，大姐今天他不让我吃饱。好吃。这个蒜汁真的是灵魂提味儿。上过来不加了。别说这小玩意儿还真挺好吃的，这小烧麦这味儿做的真的相当可以。再加两块。我加两块钱，要不真是我筷子都够不着这烧麦。我也没饱啊。吃热乎的好吃。嗯。然后。我要是再加两块的，你去吧，我没脸了。我加四块了。哎，谢谢。现在已经乱了，不知道咱吃多少钱的了。十块钱。吃了十块钱了。嗯。那你这一天能卖多少屉呀？七八十屉，十块钱的烧麦，两碗胡辣汤。哎，一共花了16块钱吃了一个早餐，美美的。40个烧麦，带劲，走。